魔鬼论中，认识耶稣胜过迷惑的灵。作者：首尔圣乐教会主任牧师金基东，比利亚出版社出版。第七章：抵挡魔鬼的公务权利。雅各书四章七节告诉我们，要抵挡魔鬼。要抵挡魔鬼这话的意思，不是指仅仅让我们抵挡魔鬼这一个存在，而是要抵挡整个魔鬼的作为。我们要抵挡魔鬼派来的所有手下和他们的所有计谋。耶稣来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他赐给我们的命令，也是要我们抵挡魔鬼的作为。魔鬼这个名称是给堕落的天使赋予合法权柄时加上的名字。魔鬼既然拥有着合法的权柄，那么对付他的权柄也应该是合法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的合法权柄是什么。许多人否认魔鬼或者鬼的存在，这正是魔鬼最有力的武器。人们无法战胜魔鬼是因为不认识他。如果了解魔鬼的原型，对抗魔鬼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比如说，有一个强盗躲进一个村子里，如果整个村子的人都知道有强盗进来了，强盗就会没地方躲藏而伺机逃到其他的村子。同样的道理，鬼的原型露出来的话，鬼就会吓得颤抖，最终只得离开。耶稣来之前，鬼带着合法的权柄做工，那时人们无法躲避鬼的肆虐，但靠着耶稣基督的功劳，鬼所使用的合法权柄已经消失了。现在他们的做工只不过是欺骗人而已。战胜鬼意思就是说不被鬼欺骗。要想不被鬼欺骗，就要认识真理。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换句话说，就是你们要晓得法，法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们要知道自己有能脱离诅咒和疾病的合法权利，并去使用它，就能得到自由。鬼骚扰人就好像被免职的警察仍旧带着过去使用过的证件冒充警察一样，若有人知道这个警察不是真的，就不会惧怕他。同样，如果知道鬼是骗人的，我们就再也不用上他的当了。从天上堕落的天使们现在被关在宇宙这一空间里，宇宙就如同定时炸弹，在完成自己任务的瞬间就会消失。魔鬼是宇宙里的掌权者，魔鬼在天上堕落的时候叫做撒旦，撒旦是不法者的名称。上帝让撒旦成了魔鬼，从此魔鬼在宇宙里面做的事情就成为合法的了。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又复活了，这时魔鬼被定罪，他所拥有的合法权柄被剥夺了。定罪与审判是一样的意思，一说到审判，很多人马上就想到刑罚。但审判与刑罚不同，罪人受刑罚是在受审定罪以后的事。耶稣来到世上做的事情就是定魔鬼的罪。被定罪之前，魔鬼带着合法的权柄折磨人，所以圣经把魔鬼叫做试探人的、杀人的、掌死权的、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世界的王等等。魔鬼的做工成了非法的，是因为耶稣基督对魔鬼的权柄定了罪。圣经中指着耶稣的出临说天国来了。打个比方，我如果向某个国家交宣战书，那个国家根本就不会理我。但假如我们国家的总统交宣战书的话，马上就会爆发战争。就像这样，世界的王不是某一个人能对抗的对象，国家要由国家来相对。看过去的历史可以发现，战争时如果把敌国的国王抓住了，那么
就算不把那个国家的所有士兵都抓住，战争也已经结束了。王的投降代表着整个国家的投降。耶稣基督不是以个人的身份来到世上的，他是天国的王。他的出临就跟天国向世界进攻一样。所以施洗约翰准备耶稣的道路时喊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魔鬼是行不法者，耶稣来之前，那不法者带着合法的权柄支配着世界。当时人们以为在魔鬼的支配下受的诅咒是当然的。对于生活在魔鬼支配下的人来说，死人复活是完全不符合道理的荒谬怪论。但今天的基督徒们把死人的复活当作不足为奇的事情。当然在世人看来，相信复活的我们才是不正常的，但在我们看来，不相信复活的人才是不正常的。其中有些人相信人死后会还生成为狗、猪或者青蛙、苍蝇之类的动物，他们担心抓苍蝇可能会抓住自己的祖先，所以禁止杀生。这种思想表面看来好像是非常尊重生命，但事实上他们把人的生命与服从的生命同等看待。我们所得到的应许并不是还生，而是复活。耶稣被定罪，也是因为他传讲了复活。耶稣曾经说过，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人们把这当作把柄，告耶稣亵渎了圣殿。但耶稣说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是指自己的复活说的。耶稣复活以前，没有人能理解死人的复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在死亡的权柄合法支配的地方，死人复活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耶稣带着生命这一强有力的法则与气势，向死亡支配的世界发起了进攻，带着新的法则向绝对不承认复活的世界发起了进攻。在这法则里面，人能像上帝一样永远活着。魔鬼是世界的王，在这个世上魔鬼的不法行为得到了合法的保障。耶稣来到世上，就好像天国向这个国家发起进攻一样。所以施洗约翰指着耶稣的出临说，天国近了。耶稣的出临并非只是巴勒斯坦土地上多了一个犹太人，这是向死亡的权柄支配的世界发起的天国的进攻。这个进攻的目的不是对魔鬼的挑战，而是对魔鬼的审判。最惧怕耶稣基督诞生的是谁？是魔鬼。魔鬼想尽办法要阻挡向着各个他发起的耶稣的进攻。耶稣基督在各个他的受难并非是一个青年的不幸，他代表着天国的王受到了世界的王的攻击。十字架是世界的王与天国的王冲突的现场。魔鬼用自己的权柄杀死了基督，但上帝又让基督从死里复活。过去总是死亡的权柄胜利，但在基督这里完全翻转了。魔鬼虽然用尽了自己最大的全能，但在基督面前毫无效力。魔鬼挑战基督的时候，挑战不知为什么并没有防御或者反击，反而默默地受死，但上帝又把他救活了。借此魔鬼被定了罪，他的死亡权柄完全丧失了效力。魔鬼虽然使用了自己最大的武器，但这在基督的复活面前无济于事。耶稣基督的出临是向世界的王发起的天国君王的进攻。如果耶稣基督的人生只是属于个人的，那么他就不会令魔鬼如此惧怕了。耶稣出生的时候，魔鬼利用希律王把两岁以下的小孩都杀死了。还有在耶稣进食后，魔鬼用尽各种试探想要挫败基督的道路。但无论是经济问题、宗教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都没有影响耶稣坚持自己的道路。魔鬼装作安慰耶稣而让他把石头变成食物，装作鼓励耶稣而让他从圣殿上跳下去。
装作发慈心，诱惑耶稣把心放在世上。可想而知，魔鬼该会有多么心急，因为他很清楚耶稣基督的出临是天国的进攻。圣经上除了天国以外，还有上帝的国一词。就像我们上面说明的一样，天国是指耶稣的出临，那么上帝的国呢？是指世界的王受审判后在这地上开始的天国君王的统治。今天有些人仍旧在传道纸上写着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误解圣经的结果。当然天国或者上帝的国终归都是一个，但这其中有时间上的差别。严格的讲，天国是指基督的出临，圣灵降临以后则叫做上帝的国。马太福音16章2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是主对门徒们说的话，门徒中有人能看见。这话的意思是说还有看不见的人。加略人犹大没有看见就死了，那么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这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复活升天，坐在了上帝的右边，所谓右边并非指方位上的右边，而是指主权上的右边。坐在右边意味着拥有了天国的王权。圣经上说，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之前，并没有赐下圣灵来。得着荣耀就是指拥有天国的王权。所以说，今天我们领受圣灵这一事实，可以证明耶稣已经拥有了天国的王权。不仅如此，受了圣灵也就意味着从拥有天国王权的那位那里得到了公务权利。试想一下，我们是什么人？鬼为什么在我们面前痛哭？我们到底有什么能力，竟然可以随意制服肉眼都看不见的鬼？这是因为我们拥有天国的权柄。一个人就算过去再怎么有强权，罪一旦露出来，只凭一个警察就可以逮捕他。同样的道理，拥有天国权柄的基督的教会，除灭被定罪的鬼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魔鬼还在合法的支配世界的时候，指着基督的出临说天国近了，但基督除灭魔鬼的权柄进入天上得到王权之后，指着圣灵的降临却说上帝的国临到了。所以比天国更进一步的概念是上帝的国。现在我们能够赶鬼，也是因为我们领受圣灵，成了上帝国的工人。我们是王派遣的工人，所以我们有随意处理被王定罪的魔鬼的权利。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马太福音12章29节的话语指代魔鬼的巴利西卜，有房子主人的意思，就好像要先捆住壮士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一样。如果不首先除灭魔鬼，就无法拯救被魔鬼压制的人。基督的出临是为了审判世界的王，在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的今天，救人们脱离魔爪的事情正在持续进行着。虽然上帝的国已经降临在我们里面，但魔鬼仍旧在欺骗人，行非法的事情。不过他没有定人的罪或者告人的权利，反而我们有权利阻止已被定罪的世界的王的不法活动。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赶鬼，抵挡魔鬼的意思不是要与魔鬼打仗，而是要小看魔鬼，虐待魔鬼。魔鬼的权柄已经被剥夺了，现在不必再像过去一样惧怕他了。犹太人否认弥赛亚已经降临的事实，他们现在仍旧在等待天国的降临，但天国已经来了。以赛亚先知预言说，犹大和以色列重新合并的时候，就会有荣光照耀锡安山。到了时候，耶稣宣布了锡安的荣光，说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约翰福音4章21节的话语还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的话语。但如今犹太人仍旧在区分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看不到西安的荣光。上帝的国已经降临了，所以我们再也不需要承认魔鬼的权柄了。我们要承认魔鬼的存在，但要否认他的权柄。人们却正好相反，鬼在哪儿？你见过吗？人们否认鬼的存在，却害怕鬼。还有的信者常说鬼才知道，把鬼说成是无所不知的。鬼不是全知全能的，对待鬼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没有肉体的不信者就可以了。除了用人的眼睛看不到这一点以外，鬼不会超过不信者所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有些人在赶鬼的时候担心鬼是否能一下子看透自己，但真正要惧怕颤抖的不是我们，而是鬼。过去魔鬼合法地做世界的王，但因着天国的进攻，魔鬼的权柄已经被定罪了。耶稣基督进入天上得到了王权，圣灵也带着王权与天使们一同降临到世上，所以治理这世界的不再是世界的王，而是上帝国的君王。基督徒是上帝国的工人，拥有着上帝国的权柄。上帝拯救人以后，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把人带入天上，而是放在充满罪恶的世上呢？上帝拯救人之后，通过圣灵把上帝国的权柄给了人，让人靠着这权柄赶鬼、医病、传福音。换句话说，圣徒是得了救恩，然后当场奉派到世上的使者。上帝的国派遣的人反而留恋世界或者惧怕魔鬼，这能行吗？我们如果不使用圣徒合法的权利，就无法制服魔鬼。患病的人自己首先要知道作为圣徒的公务权利，才能得到医治。上帝不会因为患者可怜的苦苦哀求才医治他的疾病。我们要想得到自由，就要知道圣徒的合法权利，并堂堂正正地去使用它。有的人说，牧师，不是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吗？就全当是给我碎渣，请为我祷告吧。仅仅为了碎渣，一定要选择狗的身份吗？为了求病得医治而来的时候，一定要哭丧着脸，显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吗？上帝看到这副样子，岂不会想，我的王子、公主们怎么如此寒酸呢？我们如果靠着圣灵得到了上帝国的权柄，天使们就会来帮助我们。虽然用眼睛看不见，但帮助以利沙的火车、火马充满了天空。同样，现在也有许多天使为了帮助我们而在等待。因为天使们是用肉眼看不见的，所以会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人。但事实上，我们并非是独自一人，就算我们没有亲眼见过天使，但天使在帮助我们这一事实是无需怀疑的，因为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魔鬼把耶稣带到殿顶上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时耶稣的反应是怎样的？没有必要试验，那话语就是事实，不要试探上帝。耶稣并没有试验天使会不会帮助自己，因为圣经所记录的应许不需要去试验。到这里，我们仔细看了圣经中所说的天国与上帝的国有什么不同。除此以外，圣经中还提到父的家，耶稣基督再来的话会带我们到父的家，那时罪人会被扔进地狱，唯独上帝的子女才能进入父的家。父的家是上帝的子女以复活的身体进入的地方，我们的盼望就在于将来复活进入父的家。我们拥有着上帝国的权柄，但如果仍旧惧怕鬼，就好比警察怕小偷一样，没有一个警察会因为小偷对自己说，你算什么，竟然抓我，你想死，而在小偷面前战战兢兢。因为警察有国家赋予的司法权。同样的道理，我们如果知道我们有上帝的国赋予的公务权利，就可以放胆地否认魔鬼的事。
今天，人们一面否认魔鬼的存在，一面却惧怕魔鬼的权柄。否认魔鬼的存在，就等于否认审判，否认地狱，再进一步说，就是否认基督的死。我们要承认魔鬼的存在，但要否认他的权柄。我们以前也以为鬼是故事里面才出现的观念性的存在，但现在我们亲眼目睹在耶稣的名面前鬼被赶出去的事实，并且借此经历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获得的胜利，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权柄。我们认识了耶稣，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大家当中如果有人带着人应该有一个宗教，去寺庙太远了，还是就近找个地方吧，以这样的心态过信仰生活，那么这个人就只能算是个宗教徒，并非是基督徒。如果有人因为凡事不顺畅，常常心乱，所以信耶稣，那么他就跟迷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要查看自己信仰的出发点在哪里。假如我们信仰的出发点在于本能的宗教心或者对迷信的热心，那么这个人就算不上是信者。我们的信仰是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为根据的。人不靠这血重生的话，就与上帝毫无关系。虽然眼前过教会生活，但以后很有可能离开教会。只凭着本能的宗教心或者对迷信的热心是无法拥有权柄的。唯独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重生的信者才拥有着权柄。耶稣命令门徒说，你们奉我的名赶鬼，却从来没有说靠你们所拥有的热心去赶鬼，靠你们的虔诚赶鬼吧。本能的宗教心或者对迷信的热心是出于自己的，靠着这些绝对无法赶住污鬼。唯独始于基督宝血的信仰才能使用制服污鬼的权柄。使徒行传10:38说，耶稣基督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时，有上帝与他同在。有上帝同在意味着这事工是上帝承认的公务事工。耶稣把这公务事工交给了所有的信者。主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并且门徒出去宣传福音的时候，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有些人因我奉主的名医病赶鬼而指责我，但要知道这不是我个人的做工，而是主承认的上帝国的公务事工。游击队在游击敌营时必须要得到上级的指示，他们的活动不是属私人的活动，而是公务任务。他们无论埋伏、移动还是攻击，所有的活动都是按照首长的指示进行的。首长从国防部长那里接受指示，而国防部长接受国家元首的指挥。同样的道理，我们赶鬼并非我们个人的活动，而是上帝的国承认的公务事工。彼得在圣殿门口医好瘸子时，人们都感到非常稀奇，聚在他周围。这时他说，以色列人呐，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他很明确地指出，让瘸子站起来不是私人的事，而是公务事工。使徒行传3:12-16的话语。大家的家庭中出现混乱，这都是因为鬼的做工。你们要诅咒鬼，鬼呀，退去吧。大家的子女如果生病了，要把手放在子女的头上诅咒鬼，鬼呀，退去吧。你心里如果产生不安与混沌，要诅咒鬼，鬼呀，退去吧。不需要拜托鬼离开，为了得到能力，不需要修道，要把鬼当作非常肮脏的，诅咒他，赶逐他。哈利路亚。有的人想，因为自己不敬虔，所以鬼不会离开。要知道，不是说靠着敬虔的生活就能把鬼赶出去。赶鬼是基督委任给我们的工作。就算是在乡下种了一辈子田的老农，如果总统发给他委任状，你从今天开始就是农业部长了，那么这个老农马上就可以使用农业部长的权柄。相反，就算是一个取得了10个博士学位的学家，
但如果拒绝说我不行，那么总统也拿他没办法。我们是受王派遣的人，钢轨不是私人的活动，而是王指示的公务事工。更让我们放胆的是，派遣我们的王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万王之王。我每次带领布道会时，都会把患病的人叫来，为他们医病赶鬼。但使用公务权柄的机会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在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心里遇到试探，就要赶快诅咒鬼呀，滚出去。睡眠中如果做了噩梦，要赶快起来命令鬼，肮脏的鬼呀，退去吧。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制服鬼的活动，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公务事工。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如同雅各书四章七节的话语一样，大家如果使用公务权柄，魔鬼就会离开大家逃跑的。有时坐公车的时候，遇到开车很快的司机，心里就出现不安的想法，这时要诅咒鬼，让我不安的鬼呀，受诅咒的鬼呀，退去吧。然后不管车怎么样，尽管平安的睡觉就好了。我曾经经历过三次翻车的事故，车几乎成了废车，但我却连一根头发也没有伤着。我们一定要承认基督徒这个身份所拥有的公务权利，同时也要知道这公务权利是有义务跟随的，即要担当基督吩咐的事工。这权利不是仅仅赐给金基东牧师或者其他少许的几个人的。大家不要仅仅看着别人赶鬼觉得很稀奇，要明白自己也有这样的权利，并且也要去使用它。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就像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说的一样，大家如果是属于上帝国的人，上帝国的能力就要彰显在大家身上。鬼带着已经被定罪的世界的王的权柄欺骗人，给人带来疾病，想要用癌症害死人就给人带来癌症，想要用肝硬化害死人就给人带来肝硬化，想要让人自杀就给人制造自杀的环境。有的人总是担心如果患上癌症怎么办，所以想吃的东西也不敢吃。很奇怪的是，要担当上帝国的公务事工的人，对已经被定罪的世界王的权柄那么的承认，反而对上帝赋予的公务权利却不肯轻易的承认。赶鬼的时候问鬼，你几岁死的？十岁死的。你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要杀死他。连十岁就死了的鬼都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更何况是上帝的国派来的工人，为什么连区区的鬼都不能诅咒呢？上帝的能力常常出现在我身上，并不是因为我是特别的人，我只是承认基督赋予的公务权利，小看在我眼前的鬼而已。我们要把鬼当作垃圾一样肮脏的存在，当作沾染在衣服上的灰尘一样的存在。哎呀，太脏了，然后拍打衣服，把灰尘抖擞掉就可以了。基督徒是上帝的国派来的人，是有公务权利的人。大家不要仅仅嘴上承认，而要实际去使用这个权利。有钱去饿死有什么用？大家拥有着主赐予的权利。奉耶稣的名祝愿大家都能使用这权利去诅咒鬼。我要使用公务权利，我要使用公务权利，我要使用公务权利。大家要诅咒进入自己里面的鬼，诅咒进入家庭里面的鬼，诅咒进入子女里面的鬼，诅咒进入丈夫或者妻子里面的鬼，诅咒在你的环境中做工的鬼。不要承认他们的权利，反而要使用你的公务权利去诅咒他们。圣经告诉我们要抵挡仇敌，不抵挡的话，受损害的就是自己。不管白日黑夜，都要不停地抵挡仇敌，直到离开这个世界为止，不要停止。要用公务权利理直气壮地
扫除来到你面前的所有诱惑。在明亮的光下，堂堂正正地斥责偷偷进来给你带来疾病的鬼。你是有公务权利的人，奉耶稣的名祝愿大家，作为拥有公务权利的人，都能拥有公务事工。